啊，真正这样做，我相信一年的时间身心健康，什么毛病都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佛比什么都善啊，是世出世间最善的这法，就这一句佛号，常常念佛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通通放下啊，千万不要把我们自己的良心当作别人的垃圾桶，就错了。啊，别人的好坏是他的事情，与我不相干。他的好处我赞叹他，他不善的事情绝不放在心上，啊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情。啊，这样就好。啊，我们这个身体里头纵然有病，这病毒的细胞很容易恢复正常，啊，所以身心健康，啊，你家庭就幸福，啊，烦恼请智慧障，而且得到弥陀释迦的加持，还得到设法一切诸佛的加持，何乐而不为之呢？那么下面这些事情就是我们佛弟子应当配合社会啊，配合一些团体、学校啊，这个国家，帮助化解社会的动乱啊，尽我们教化的责任啊，达到天下和顺，和是和谐，顺是顺利，这个就是具体的来说，建立和谐的世界这个问题。我们曾经参加过十几次的国际和平会议啊，大多数都联合国主持的，确实与会的这些专家学者啊，智识人人都在寻求怎么样帮助社会恢复安定啊，他们用的词消灭冲突啊，促进社会啊安定和平。我在联合国做报告讲了很多次，不要用消灭，消灭是敌对的啊，我们中国人不讲敌对，我们叫化解，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。